竹签组是一个非常非常家常的日本料理。家常？你刚才说什么贵族？哎，等等，我也想一下，我刚是不是一开始是说全部切块，然后用酱油煮？切成差不多的大小之后，然后下去用高汤先煮，煮完之后加日式酱油跟小米酒。答对。你得怎样啊？你们是有阿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皮皮泡泡。这一集是《美食猎人平食旅》第四集啦。Yeah! 没错，今天有阿杰。为啥呢？因为上一集我过关了。没错，因为上一集过关了，所以我的直觉，我的助理绝对不会让我这一集那么好过。所以我请了二厨，阿杰是我的二厨。那这集一样，直接接受挑战。我实在是不想要再经历体感40度，在师大跑800公尺，穿着恐龙装的感受了。你知道上？是有人在评论区说什么？这个是判了一级谋杀罪才会受到的酷刑。还好吧？什么还好？我那天跑到那个头发烧焦。好，没事。这一集有阿杰，我相信一定会过的。我的直觉是最准的。没错。好，来，请助理。竹签竹。哎呦，这次好像。看得懂是什么了耶？比起上一次的甲乙高跟虎皮会，竹签煮这看起来就很日式啊！看这些食材，我刚才研究一下，日本人很重视它每一块大小，所以就是切成差不多的大小之后，然后下去用高汤先煮，煮完之后加日式酱油跟小米酒，给它炖到有一点浓稠的状态上桌。竹签煮绝对不是这样啊？为什么？你刚刚这样讲太简单了，你这样感觉也太家常菜了吧？一定是超高级的那种贵族吃的，一道菜都要切得非常精细的那种。哦，有道理耶，因为竹签煮听起来比土瓶蒸还要高级。对呀、啊，所以高级的，是高级的做法应该莲藕，然后把鸡腿肉镶进去，再把那个酱汁煮一煮，变成很高级的，然后在旁边浓缩酱汁，对，在旁边滴一滴水滴型的。直接变法餐，没错，好像是有那么点可能，因为如果说是给日本贵族吃的话，要有一点摆盘嘛，然后有一点精致，所以应该的确是用镶肉的方式，应该要把鸡腿肉跟蒟蒻，然后两个搅在一起，就会最终带 Q 的一个口感。毕竟竹签煮听起来就比土瓶蒸还要高级个好几倍。我都还没有提示哎，这么有信心，这个不要提示呀。不要大哥，麻烦了。好了，今天一样还是有提示啦，三个。好，摸摸看，闻闻看，漂亮。这能知道什么东西吗？又是闻闻看，没关系，因为我闻看的话，我们就能确定到底是不是日式料理了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。哦，好香哦。阿杰，等一下。好，阿杰，好。哇塞！哎，就是浓浓的香味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好，哎，很香，我确定认识的。我刚差点一口咬上去了，太香了吧！那我们就开始料理。备料，切块啊，然后跟香肉。二厨，帮我准备砧板，还有刀。哎，砧板在哪？然后我们先把蒟蒻切到细碎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混入鸡腿肉里面。哎，蒟蒻长这样哦。对呀、啊。是蒟蒻吗？蒟蒻 OK， 一个高级的味道。然后我们把一些多余的肥油把它去掉。高级料理的刀工出现了。没错。好多脚筋啊，脚筋。看过莲藕长皮吗？料理酒、盐、胡椒，一下，给它专业一下。我的手法还行吗？还行还行。哎，我感觉已经超好吃了耶！我也觉得。会大家这样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怎么会是你问我？不是你说的吗？是这个莲藕它洞有点太小了，因为莲藕洞不是挺大的吗？那我要开始咯。好，看一下。你这个不是摆到白上面而已吗？塞进去塞。然后我先切竹笋，把它切块。滚刀切，滚刀切，没错。我觉得快好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也快好了。是哪里是快好了？是莲藕香肉，你根本就是莲藕放肉，是莲藕披萨吧？没有，再重塞。雕香菇花，我已经很久没雕了，可能手艺会有点生疏。对，会有点生疏啊。你是塞太多了，还是我的肉真切太大块了？开始觉得怪怪的，怎么办？没有啊，
越来越走向毁灭之路了。好，最后一块香菇香肉结束。请问这个步骤是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呢，阿姐这样做，我有点怕它会掉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要裹一点面粉。这真的是我从第一集到现在做过最高纲的东西，还没开始煮，已经花了一个半小时了。备料完成，我们历时了一个半小时，快两个小时的时间，超累的。待会呢，我们就要开始烹煮它。我们待会就分工合作，二厨。好，我待会负责煎这个莲藕香肉，还有香菇香肉，然后你负责煮这些根茎类，用高汤。待会水滚了之后，加一个高汤块。OK， 好。开始，那我这边的话呢，就会用中小火慢煎，因为毕竟它还蛮厚的。然后把鸡肉煎熟之后，我就会加高汤炖煮，让高汤的味道入这个香菇还有莲藕里面，有模有样的。没错啦，下了，小火慢煎啊，小心你的手，可以的。换我了，换你，换我这个大厨出马了，小心点吧，哎呦，小心，好，你有没有可以放的可以放的？好，可以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就会用焖蒸的方式，你的高汤就借我，然后我就会把高汤加到刚好盖过莲藕精华，还有对。先把我们的根茎类盛盘，你要盛得很美哦，煮得很软烂哦，这个黄，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现在就要来重现刚才没闻到的那个超高级日式酱汁，全程要超级小火。那你除了金鱼酱油还要什么？糖啊，可能还需要点面粉，让它比较浓稠。对，浓稠。啊，糖，一点面粉水，一点点浓稠点就好了。开搅。大家煮一下莲藕香肉香菇香肉出炉，一块香菇都这样子哦。没错，这个摆盘超级漂亮，超级香。最辛苦的一道料理，美食猎人有史以来最高纲的一道料理，竹签煮完成，完成，多漂亮的竹签煮，开动。好了。平式竹签煮完成，耶、yeah, ！好香哦，开吃了，开吃了，超级饿。口水流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平常都是做一个小时，今天做了两个多小时，那我们就开吃。正品，来吧来吧。正式的竹签煮来了，三。真的不用这么麻烦啊！这个不就是全部切切？这根本就是家常菜，根本就是全部切一点，然后丢进去，然后给酱油煮一煮。这感觉做工大概半个小时。等等啊，我确认一下。哎，真的切块，鸡肉切块，萝卜切块，香菇切半，然后芦笋切半。没错，竹签煮是一个非常非常家常的日本料理。家常？你刚才说你们贵族？哎，等等，我也想一下，我刚是不是一开始是说全部切块，然后用酱油煮，切成差不多的大小之后，然后下去用高汤先煮，煮完之后加日式酱油跟小米酒。答对，然后这个二厨直接把我带上毁灭之路，失控的列车出发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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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长相有点差太多了。我们为什么都那么高纲，还在那边切超细，然后在那边香肉，然后在那边先煎，然后再煮调酱汁。贵族吃的啊，先吃先吃，是吃美食当前，每次都是这样子。我知道自己会失败的时候就放宽心。那我吃香菇，哎，我要香菇，一起吃一起吃一起吃。这次我的料理真的是比较高级，你可以先吃我的。嗯，就给你们面子吧。来，香菇干杯！杯、哦。因为鸡肉也不算柴，真的蛮刚好的。那个香菇的风味有煮进鸡肉里。这莲藕真的是煮最久了。我们一起吃这个，我们是一家亲，台北三结义，柳阿皮、张 Jerry、关阿杰。啊，来，真的很脆哦，有点奇妙，说不上难吃，是没吃过的味道。我好像没有吃过
鸡腿肉跟莲藕一起吃啊，因为基本上都是莲藕跟猪肉，还偷偷拿面粉来和。对，没错，原本的食谱是没有面粉的，我小作弊了。那我们就吃正统的吧，直接见正章，鸡肉干杯，哎、很正常的酱油煮鸡肉，酱油味的鸡肉。哎，我真的味道不输它。正版的竹前煮，它是因为像是卤菜的方式去煮，所有的根茎类啊，然后跟鸡肉一起拿去做炖煮，然后把所有蔬菜煮透，让它的那个煎鱼的酱油风味全部浓缩在这些根茎类里面。哎，我天啊，它的做法真超简单，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做法。原来简单的风味就可以煮出如此好吃的味道。对，因为它萝卜很痛。好，你们边吃就说一下竹前煮的由来。啊，竹前煮的日文发音呢，就有点像是嘎咩库里库姆。嘎咩库里库姆。对，那在博多这个地方的方言是有点像聚集的意思，就是把所有它可以采得到的野菜呀、全部丢在一起煮。那以前都不是用鸡肉，比较常的是用甲鱼，就是鳖，是用鳖肉去煮的哟。好高级啊，很酷吧。我们本来想要去搞一个鳖肉来给你们煮，但真的找不到，有点麻烦。不然我甚至没有煮过鳖肉。竹前煮的它是九州北部的地方乡土料理，所以从餐厅啊、便当啊、家常菜都可以看得到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啦。没错，那你搞嘞，太美。看着你们平家的列车开往看不到的远方，我也是憋笑得很辛苦啊。我跟你讲，算了，我不讲阿姐坏话了。追求极致嘛，平氏竹前煮直接变成一个超高纲的高级料理。平前煮怎么听起来像韩文啊？平前煮有点像。好的，究竟我们第四集竹前煮，我们平平阿姐能不能过关呢？答案是没有，做法就差了有点多啦，味道的话也不太一样。对，我们在那边弄什么浓稠酱汁淋上去，完了，失败得失，完了。可是失败应该也是只有你惩罚而已吧？还想跑啊？来。这一集有惩罚，请各位观众在下方留言各种各式各样你们觉得有趣的惩罚，然后呢会请助理从中找出一个最好玩的来惩罚我们。希望大家可以写什么罚我们去吃到饱。阿杰许愿。好的，很开心。好，其实没有很开心，第四集又失败了，而且重点是我还请了一个二厨，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弄了两个多小时。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毕竟是阿杰，可爱就完事了。那我们美食猎人凭实力第四集竹签煮失败，麻烦各位想惩罚了。我是乒乒乓乓哦，阿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这个金蛋是怎样啊？明明是有阿杰，拜拜。